无动说跑步，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跑步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肯定会想，有可能是想马拉松跑完，有可能是想跑得更快，有可能是想拿比赛的冠军等等。但我想告诉你，其实最多的人跑步的需求是瘦身。你知道吗？怎么才能够更有效地变瘦？其实任何的运动都能够燃烧你的脂肪，只是高效与否。我们有一个333法则，叫做每周运动三次以上，每次30分钟以上，心率130左右。那么其他的两项都挺好判断的，那130左右如何才能知道自己的心率呢？如果你拥有这样一块艾普森的手表，这个事情就变得很简单。为什么？它艾普森设定，只要一进入到130左右的心率这个区间的时候，它就会抖一下。一旦你超过了这个心率区间，它又会抖一下。所以你发现没有，步行、爬楼梯、干家务，这个它都会提醒你是否进入到有效的瘦身区间。包括你骑了个共享单车出去的时候，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，刚好在瘦身的区间，是多棒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如果要变瘦，不见得就要去跑步，让自己了解自己，让自己的心率处于瘦身的阶段，你就能够很快速的瘦下来。我是吴栋，下次见。